感觉它的拧动，我的肩、肘、腕，还有我的呼吸，撑满我的节奏。再认，加身体，感觉它撑满所有的音乐，是认的。它也是不同的质量，跟腕子之间的拧慢慢上升，推到胸口，慢慢打开。不管我在哪个位置上，我都是什么韧性，那种丝丝缕缕的黏黏的感觉，拧住，再次回来。它实际是在我的肩上，但是它非常累，是需要干嘛？内在控制，再放松，我的呼吸始终是通畅的，呼吸，小的，放松。